小月道歉，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解决。小月很聪明，应该直接判我死罪。他害你害的不够吗？害我害的不够吗？我现在看你还有在管法律吗？我很机妙，就杀了。我没有要他的叶希德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做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很不一样？